在您使用新冠抗原自测前，请先提前准备纸巾、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、计时器或手机等物件。自测前，首先需要使用流动清水或手部消毒液清洁双手，并使用纸巾擤去鼻涕。打开包装盒，仔细阅读说明书，请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步骤进行操作。在撕开铝箔袋后，取出检测卡，平放在水平台面上。从柿子包装的底端取出柿子，将头微微后仰，沿下鼻道的底部向后缓缓深入1至1.5厘米，轻轻旋转5次。取出后，在另一鼻腔以同样方式取样，以获得足够的样本。在样本处理管中加入样本处理液10滴，将采集后的柿子放入装有样本处理液的处理管中，至少旋转10圈，一边挤压样本处理管，一边旋转柿子，轻轻挤出柿子头上的液体，将柿子取出，正确丢弃。盖紧样本处理管，轻轻混匀样本混合液，向加样孔滴加3滴样本混合液。等待紫红色条带的出现，测试结果应在15至20分钟内读取。观察检测卡，如果 C 处对应的地方显示了一条红色或紫色条带，而 T 处未显示条带，则为阴性结果；如果 C 处和 T 处对应的地方均显示了红色或紫色条带，则为阳性结果。即使 T 处颜色很浅，只要有2条线，也代表阳性结果。如果 C 处没有显示红色或紫色条带，无论 T 处是否显示条带，则结果无效，需要重新进行检测。检测完成后，将所使用后的检测卡、试纸、采样管、样本处理液装入外包装铝箔袋中，按照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试行中的规定处理。整理完成后，记得进行手部清洁。我们的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还适用于以下场景。